不能动。身体好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来玩一玩。哎，是是是是。我们要有好远的哦。对。来玩一玩，挣点钱。挣了个屁呀！一举两得啊。好。我们的反正我们不会摘啊，摘菜也不会淘啊。还可以啊，我看摘得很快，很熟练。很熟不熟啊。这茶好香啊。这茶确实好香啊。对对对。你那个你又去那边马路口那一边的茶叶都没人摘了，我们这里茶叶有人摘呀，好吃啊。对对对。我们武汉的茶叶好吃哎。是的。你看到东平打的茶叶都是我武汉的茶叶。是吧。归去武汉。归去武汉。对对对。是吧。是的。我们讲话你也不好听不懂啊。不能听懂。能猜。半听半猜，半猜半猜，那是真的。我们不会讲啊，在这能可以能猜。农村人民在这不习惯了。可以，不错不错。你有几个孩子啊？我三个孩子。那不错啊。两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那个时候是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。实际上我小孩子没有前途啊。没前途啊。那就是然后呢，确实的，七九六的肉发100块钱。发一百块。那也就七九六的肉喂，那就不知道。好可怜呐。好可怜。现在呢？现在好。那生了就好了，像我们。想生也没办法了。你们几个？我是一个。那你年轻呢？我60岁了，我61了。那我们67哎。那我小一点。你小一点的。对。那你。我没看你们看60多。看不长，看不上哎。对，你看，我是光头了。光头那是没办法的啦。这头发都掉光了。那你们在民间挣钱好难哦。我退休了。61了。对。那你就开着车来搞旅游啊。对。到我山区来搞旅游。是的。我们一般的归期他都有些好多的，在山岗找茶叶的，他都到我家里去，他到我家里去了。到你家里去了。到我家里，他要到我家里拍照啥个。到山岗做茶叶的。在山上是吧？江浙人那个新疆的那个江老板。江老板。江山岗。江山岗，江山岗是你亲戚。亲戚不是亲戚，都是我们一个村的。一个村的。他的妈东边的做茶叶的，都到我家里啊。都在你家里。到我家里搞肉啊。搞肉，搞腊肉。搞腊肉啊！我家里看到有腊肉啊。是吧？看到腊肉，到我家里买啊。现在好不好卖？好卖啊。多少钱斤呢？50啊。50，哎呀，50好便宜哦。啊。好便宜呢。他六十嘞。60啊，那我每天赌的50。那我那天买的50，他问我多少钱，见过了50。他问我买不买，我买呀，你买呀，他就买了。那好便宜。好便宜，我不知道的了，我三年就不知道。便宜一点就有人买嘛，你太贵了，别人就也没有那个了。那是。我们也没买到外面去了，不晓得么子价格，他问到么子价就是么子价了。对，你很高高很。只要有人买，是吧？能够挣钱就行了，多点少点无所谓。你主要是有客户来呀。你如果太贵了，人家不买它，你也就自己吃喽。是不是？自己是吃不下的，那么多哎。就是啊。一过年杀一头猪，有那么多肉啊。那就是。我们老人家在家里吃不完，两个老头。吃不完。那边也在摘茶吗？在说话的是那边。那边也是，那我那个外甥媳妇在那里。他也在，他跑到树上了。那么高啊。咦。在哪里？那个不是在树上。在地下。在地下。在地下，只是那个高一点。地势高。地势高一点。我看着是跑到树上摘。好嘞，这里做茶的人多不？
摘茶的基本都是摘茶吗？啊，基本都摘茶。家家户户摘茶啊。对，家家户户摘茶。嗯。我们这个摘山区，就是摘茶叶有点甜头，没摘茶叶就没有钱了。没钱了啊。嗯。嗯。我们是没，我们也是外地的，他在他们的我们亲戚的地方来摘。哦，你是外地的。嗯。哦，这亲戚。嗯。那我们他们三组，我们四组。哦，你们是平地。那你平地的。嗯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这里人。您也是这里的，嗯，哦，只是平地，不是这个村，是不是这个组的？那个是，等我们是这边是娘家。哦，娘家，回娘家了。嗯，回娘家来。啊，我们都是一个村。都是一个村。嗯嗯。回娘家了。咋了呢，哥们？那里有几个人在？那里有四。万子兄，你一个人在讲电话在干什么？嗯。